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。你下个月是不是要去日本？帮我带点东西。怎样？想赚钱吗？对啊，可以吗？兄弟一场，没问题啊。是啊。现在日本当红的美白霜一定超好赚的。这些都卖出去，就换我发财了。快站！叫你下架，为什么不下架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广告夸大不实，还装傻？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做梦！吴善成先生，请你开门。你是谁？你要干嘛？再不开门，我要破门了！不要！不要开枪！请你乖乖配合，把夸大不实的广告下架。怎么？做噩梦啊？没有啊，只是刚被热醒而已。可是你刚刚……日本最夯的瞳孔放大片，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这好像不是热醒哦。我要回家了。